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再次缔造爆满票房。今年看第二次演出的心灵导师说，神韵演出的能量源源不绝，能净化人心，启迪生命。表演的人的话，他们真的就是他的身体跟他的心灵其实可以已经是可以合一，所以他才可以跳出这么完美的一个舞动的部分。BNI 长兴分会连三届前主席、三环能量中心心灵导师林桂如，前几天带学生观赏神韵演出后，又赶来再看一场。他说，神韵的演出有源源不绝的能量，能启动生命。神韵让我们感觉很大部分就是启动我们的心灵，然后启动我们的觉知。神韵舞动的启动了我们很多的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使命。神韵已经占了中国古典舞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，搭配高科技动态天幕，完整表现中华五千年来最宝贵的精神文明，观众感动莫名。感受当然非常更深切，更容易使人感动。我们这个是声光舞蹈以及所含的语言内容都在里面，所以更容易使人感动，是非常好。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舞姿都非常的轻盈，而且很有活力，真的是 看过之后让我们觉得很有希望。三级古迹新浦留宅双堂屋管理人刘荣基已经是第五年观看神韵演出，他说每次看神韵都带给他惊喜与感动。每一次看到这个电视上有播出你们来要表演，就会有一种冲动，就想来看看今年会不会有比较特别的那个表现。他每一次感觉每一次就不一样。神韵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演出场场爆满，主流人士盛赞，不能错过。你不来看，你会感觉到后悔。新唐人亚的电视，曾一豪、姚汉宇、张麒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